你来。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今天的任务是，这是最新的红莲骑士兽吗？已经不新了，已经很多人开过了。你知道他的故事吗？我是不知道啦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知道他很帅啊。哦，而且我知道他很缺啊。可是今天不只是开啊，因为跟你说过很多人开过了，祖母将要来一个挑战。等等，很多人开过，但是我们开起来就会更加不一样。好啦，不行啊，今天来试试看，给你八个小时的时间。看你可以把这只红莲骑士兽做到什么程度？就八个小时应该就宿主吧。听说你上次八个小时做一个初缸加一个场景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上次初缸场景那个24小时还是12小时，忘了。哦，八小时哦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Go。欸、它的颜色其实蛮漂亮，原本的金色也不是那种大变金，磨砂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开起来拉开，都是开始下刀才开始算，是不是？这怎么摸起来这样绵绵的啊？其实零件还没有很多了，这种东西八个小时对我来说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职业级的、欸。如果今天客户如果是万代 Roger 打来，他最喜欢这样嘛？打来说，阿强，是这样，今天下午4点可以交给我吗？我当然说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可以。OK， 我们看到框架其实数量不多，大概14片而已，然后加上一个辐射贴纸，还有一个是有点像那种资料夹材质的塑胶的披风的膜。这一次算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成型色的金色，因为以往的金色它表面的这种水纹会比较明显，然后这一次它采用这种比较雾面效果的金色，我觉得也不错哎、欸。如果先不涂装的话，直接用它就是有那种古铜金，它也不是那种比较电镀金啊，或者是单纯像以前我们那种百事啊那种大变金的感觉。再来，它这整个盾牌上面的这一些颗粒，跟着这个银色的框架有做这种分色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错。OK， 那基本上整个框架数量不多，所以你要我八个小时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，我就做给你看。好，现在11点多。我们看八个小时以后，好，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吧。我们先试小，我先修模。好，这样过一个小时了。好，我要开始加速了。我这样开始不行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什么东西？干，你看，崩掉啦！我难过。还好，不是你用断的。哦哦哦！不，我要用这一把让它发挥最后的余劲。
差不多。你说现在剩几分钟？现在我们从11:15算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现在还已经过了2小时45分了。我不信，你先回顾第一趴，我们到底是几分钟？你先回顾一下，多少？最后是多少？自己看。11:20啊，所以现在是2:05。昨天你去大便，给你多加10分啊，所以剩2.5小时啊。好像其实这一款红莲骑士兽，它的这个汤口的点都还蛮小的，所以基本上就用神之手直接剪，结果钱就会坏了。没有啊，就会汤口就没了，然后剩下的这些背包啊跟披风，我打算直接就先分件，然后上环色直接用，最后直接一起组装。好，我们先组装完，那我们再来就要把它又拆解掉，然后进行喷漆上色。Go， 好看。嗨，我是云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见你吗？连接在这里，欢迎来投稿，投稿。OK，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阶段，刚刚休息30分钟。对，一个幕府已经3点了，所以我剩下5小时多一点。我说刚刚不应该休息的，会让我想懒惰。气断掉。对，那个腿吼拢唔对啊。我们挑了一罐这个新安州的红色，结果它太久没用了，整罐都已经挥发，就至少整个漆料还是有 Q 弹的感觉，就这样一整团。然后我们就下一点溶剂开始为它稀释，然后你看稀释完，完美。现在还在赶无缝的部分，然后刚刚跟小江通电话，他说这种红莲骑士兽要做8小时，太久了吧？我靠！他说还要做什么龙王号，他说他一下都可以做好，他说示范给我看。现在持续在做无缝，然后前面我们看到贴一个关节，因为就是有点 HG， 那比较早期 HG 的设计，膝的关节跟小腿连在一起，就是先做完关节的零件。然后再遮盖，然后我这一次都用这种速干胶水，因为时间有限，速干胶水反应比较快，可是它就是挥发很快，你可能完全没有渗进去，它就已经干了。然后我们一样就是稍微压一下，把这个胶溢胶挤出来。靠腰，蔡老师怎么了？我怎么把它塞进去了？是不是？有乔老师在的地方就免紧张，有没有？直接啊，直接又是一个无缝的方法。
那我刚刚前面这边应该直接这样做就好了。